呀，早晨啊，我哋而家去你屋企方唔方便啊？咁樣，哦，系，而家我哋就出发噶啦，好，等阵见啊。广东慈济人背投物资来到了照顾户梁凤莲家中。嗱，呢度啲盐咧，希望我哋将我哋嘅爱撒去人间。好啊。哎呀，梁凤莲有一个罹患败血症的女儿，长期接受慈济的援助，历年的生活补助金早已花光，但这些信封袋却都还留着。感恩佢，感恩你哋一直咁帮助我嘅女儿。我就唔捨得掉呢啲啲信封，到時將來啊個女到時好關，即係好好關曬。到時佢自己知道自己啊邊啲人邊度嘅人係嚟幫助過佢，等佢。我們經常講的“心開運轉福就來”嘛，我們很多時候我們會用這句話去开导我们的那个感恩父。志工的关怀就像一把能打开心门的钥匙，帮忙梁凤莲挥别生命的低潮，重新活着。台视新闻之下面，志工庄严齐海东于如昌广东报道。